把盐棒放进去。根据 MyHeritage 的测试，我的血统有四个不同地区来源的基因。你记得你去过几个国家吗？那你知道你的基因来自几个国家吗？又或是我们怎么从这里到这里？到今天在台北的小菲律宾，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呢，就是我最近买了一个 DNA 检测的 kit。这个 kit 呢，可以帮你检测你的基因是从哪几个国家来的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林妈丽教授呢？其实有个研究，就是说台湾人其实 85% 呢都有平埔族的血统。我们先不讨论这个研究的争议。如果以台湾2359万的人口来算， 85% 大概就是2005万。2005万的人口，这些基因到底去了哪？也让我思考，我到底是那85% 还是那15%？听说去查日本时代的户籍誊本，可以知道自己家族的血统来源。可是，如果你汉化的时间更早呢？出于好奇，也出于好玩，我上 MyHeritage 的网站订了一个 DNA 的 kit。那为什么要买这个牌子呢？其实是外国朋友介绍的。我在网络上有看过蛮多不同的牌子都有在做这样子的事情，只是我觉得美国的也许比较准一点吧。但这个从古被称为福尔摩沙的岛屿，经历了西班牙、荷兰、中国、日本的统治。要握着我的血统，有不一样的故事。打开检测的盒子，里面有说明书、袋子、信封、装棉棒的罐子，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两只棉棒。所以先把它打开，里面有液体，再打开的时候小心一点。把棉棒放进去，然后把这个锁紧。它那个棉棒的质地其实蛮特别的，就是你在刮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有点吸住你的嘴巴的感觉。好，那就来做另外一边。好，这边也一分钟了。然后一样放进去，锁紧，把这两个放到这个袋子里面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放到他给你的这个信封里面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那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是，有点难解释。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，里面是我的上皮细胞。写一下内装物，这边写内装物，里面是什么，然后价值大概多少，下面签一个名单。价值可以随便写吗？可以啊，就是你觉得它。寄出之后，我几乎是每两天就检查一次邮寄的进度，一直到某一天，我终于收到了他们寄来的 email。根据 MyHeritage 的测试，我的血统有四个不同地区来源的基因。好吧，这个不意外，毕竟我们的国民还有个 China。好吧，这个也不是太意外，毕竟日本统治台湾这么多年，有日本血统的人或是根本就是日本人的人比你我想的更多。芬兰我不懂。这个结果就让我有点感兴趣，因为只要上网查南岛语系呢，就会发现南岛语系民族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，另
另外台湾很有可能就是南岛语系的发源地，但也有可能是这个。其实说了这么多，台湾呢是一个拥有多种文化以及不同血统的国家，但只要我们都住在这片土地上，那都是台湾人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如果喜欢的话拜托订阅，拜拜。